哎，听说没有？叶林侠最近做了好多好事，好多人都得到过他的帮助。哎，就是就是，我丢的驴啊，就是他给找到的。哎，这事儿倒新鲜了，这谁不知道叶林侠最近到处做坏事啊？怎么着，说变就变了？哎，可能是良心发现了吧。哎，对。这是哇，叶灵侠真好！我长大也想当叶灵侠。你当叶灵侠，我也想当叶灵侠。叶灵侠真棒，他是大英雄。给我也看一下。你看，这小孩子眼光真不错。岂有此理！叶灵侠可是独一无二的大英雄，哪是随便什么阿猫阿狗就能代替得了的？那还得了？发那么大脾气啊！这也不是什么坏事，叶灵侠的初衷不就是除暴安良、劫富济贫吗？无论他是谁，以什么目的，只要他是以叶灵侠的身份去做好事，我都不反对。那也不行，叶灵侠在我心目中那可是无可替代的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了吗？你笑了呀。你哪只眼睛看到了？我两只眼睛都看到了。还给你。真是这个冒牌的叶灵侠，我一定要想的办法教训你。我不活了，我宁愿死，我也不愿意被卖到青楼去啊。与其被卖去青楼，我倒不如直接从这里跳下去。我要跳了，我要寻死，我不活了，不活了，我不想活了，我要跳了。怎么还不来？我都喊了这么久了。太委屈了。有何冤屈啊？哎呀，我命苦啊，我爹把我卖给了一个酒鬼，他每天对我又是打又是骂，现在居然还要把我卖到青楼去，我还不如去死。与其被卖去青楼，我倒不如现在从这里跳下去。我要跳啊！你不救我吗？跳。掉出城墙在我意料之外，不过也算是误打误撞。你放心啊，我不会对你怎么样的，毕竟我是个好人。不过我是叶灵侠。我当然知道你是冒牌的叶灵侠了。我呀，是我。怎么是你啊？当然是我了。哎呦，我的脚好痛，崴到了，请问有没有哪位好心人可以帮一下我？姑娘，我是叶灵侠，请问需要帮助吗？哎呦，这位好心人，我的脚崴了，请问你可不可以送我回家呀？当然可以，走吧。谢谢。咦！啊啊啊啊啊！这好事做多了，怎么觉着做坏事这么难呢？我要上哪儿去找叶灵侠啊？又逼着我做好事啊！救命啊！
姑娘，我是叶灵霞，请问需要帮助吗？哎，这位好心人，我的脚崴到了，请问你可不可以送我回家呢？当然可以，走吧。你干嘛啊？哎，等等，我看你怎么这么眼熟啊？不眼熟，不眼熟，没见过，没见过，没见过。给我站住！我现在倒是知道你是谁了，这不是嫁到将军府家的郡主吗？说，到底谁派你来的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放开他！叶灵霞，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叶灵霞，好久不见啊！你要冒充我，也不要把大娘的裹脚布穿身上。别以为戴个面具就是叶灵霞了，就是。你懂个屁啊！老子叫品味，不管那些有的没的，老子倒要看看你的庐山真面目。你没事吧？那个，你不要多想，我刚刚是情况紧急，迫于无奈。我谁多想了？你猜多想了吗？哎，哎，你听我说，别跟着我。